豆豆，我来教你怎么上这个平台。这还用教啊？我自己就能上，不信你看。哎，能上吗？是我大意了。那你的方法呢？首先你拿一个平底锅，然后我上这个谁是内鬼的牌子上，调整好位置，让脚悬空。我数三二一，你就往我脚下丢平底锅。好嘞。三二一。Nope。能不能行啊，豆豆？丢准一点。你再逼逼我不是了。好，最后一次。耶、刚才那个不好玩，我带你玩个别的。我们先拿点手雷和燃烧瓶，然后举起燃烧瓶，糖水来到爱心岛。哎，你看，燃烧瓶就插在我嘎吱窝上了。真的？嘿嘿，这么看我比你瘦哎，瓶子才插进去一点点。是我的皮套太厚了。然后手雷也行哦。你这个红色手雷看起来像被蚊子叮了个大包。你这么说还真有点像哎。